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我是沈维琪。法律是为有备而来的人准备的，而您准备好了吗？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律师是李君李律师，我们要来谈谈的就是有关于过去这几礼拜铺天盖地的这个好莱坞超级制作人 Harvey Weinstein 的这个性丑闻案啊。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呢，已经有30多位女星说投诉他曾经被 Harvey Weinstein 这个性骚扰或者是强奸过。那么我不懂的是，在这么多人投诉的情况之下，检方为什么还不起诉 Harvey Weinstein 呢？我觉得可能有好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可能就是说，虽然说在过去几十年有30位女性遭到他，据说遭到了他的性侵，包括还有强奸哦，包括还有强奸，但是可能没有人真正的去警察局去举报他。因为这个事情呢，毕竟是一个比较不太好意思，对吧？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些人可能觉得羞辱难当，难以启齿，去这个公诸于世。没有人去这个警察局去举报他的话，那就是民不举官不究嘛，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一个原因。那如果你今天不去举报，然后你现在出来了，在可能是人多势众的这样子的勇气之下呢，你指控 Harvey Weinstein 对你曾经进行过这个性骚扰或是性侵害，可是如果你的意思说那个女明星如果没有拿出证据来的话，那这个事情就这个整件事情就会不了了之吗？也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就是说为什么目前检方还没有正式起诉这个Harvey 这个叫什么 Weinstein 就是说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说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在过去据说是30年，这个 Harvey 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坏事，性侵犯别人和这个据说也是强奸了某些女性，那这个有一个追溯期的问题。假如说有些事情发生在30年前的话呢，那追溯期已经过了，那发生在20年前的话追溯期也过了，是这样子的。在今年的2017年的1月1号之前，加州有个旧的法律，就关于这个追溯期的问题，就是说只有10年，说你当你受到性侵犯或者是强奸，你有10年的时间去举报，警方有10年的时间去调查，检方有10年的时间去起诉这个被告。那去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州长Jerry Brown 呢，他签了一个新的法律，在今年1月1号生效的，就是说取缔了这个所谓的时效。就是说追溯期是永远的，就是假如你在今年1月1号以后受到了性的侵犯，受到了强奸，你是永远可以去这个举报，永远可以去这个起诉这个被告的。那如果 Harvey Weinstein 他是在所有的犯案都是在2017年1月1号之前的话，那么他是不是这次也可以逃过这个法律的刑责了？我刚才说的时候应该补充一下，就是说假如说在今年1月1号之前那个追溯期已经过了的，就已经发生了超过10年时间的话，那新的法律也就不可能影响他，不可能追溯他，再也不可能起诉他了。假如说比如说8年前发生的这个性侵犯，那到今年还不满10年的话，他还是受这个新的法律的这个制约，就是说这个追溯期是永远的，没有任何限制的。好的，那好，那现在好，追溯期不是问题，可是问题是你要举证，你可能发生在8年前的那些衣服啦、证据啦，你都已经没有了，那你要怎么样去证明你曾经被Harvey Weinstein 强奸过呢？对，在这种案件当中，通常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物体证据，对吧？比如说这个衣服啊、DNA 方面的证据，要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话，那有没有目击者，目击的证词也是可以的，但是这种事情通常发生都是比较隐秘的地方，不会有第三者在旁观，对吧？不太可能。那怎么样呢？剩下来的证据是什么呢？那只能就是说是 she said he said， 你说他说他说他说。你们比如说最近不是有一个刚刚这个在宾夕法尼亚州的 Morris Town 在审判那个 Bill Cosby，也是被指控性侵犯，也是被指控这个性骚扰，但是这个审判就流产了，就是因为有一个12个这个陪审团的团员当中有一个人没有被说服，心中还有疑虑，还怀疑 Bill Cosby 是不是确实性侵犯了那位女性，所以说呢，就是说 Bill Cosby 没有被判刑，没有被定罪，那就是这个关键就是说。在审判的时候，比如说受害人女方
可以陈述当时的情况，你可以花10个小时，花2天的时间作证，详详细细的叙述当时的经过。你讲完了，那这个被告他也可以去陈述当时的情况，但是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都是这个不出庭作证的，他都是要保持沉默的，因为他怕被这个对方来这个反盘问，交叉盘问，这个露出马脚。所以说你这个受害人，你就是出庭，你把这个故事前前后后讲完，让陪审团来听，看陪审团相信不相信你说的话。假如说陪审团相信你说的话了，那你的举证就成功了。可是你没有证据可以举啊，因为那个事情已经发生在8年10年前了。对，所以你唯一的证据就是你怎么样去陈述这件伤痛的回忆。是的，是的，因为所有的物体的这个 DNA 方面的这些证据要没有的话，是比较难这样的案子。那今天如果被告人他是在外面的形象很好，然后又时常做很多公益，那这样子的举证方式对他来说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打动陪审团了。嗯，对啊，所以说这个12个陪审团就是看他们都是这个普通的美国人，对吧？他们就是听完你的故事，他们会做一个判断，他们心里做一个判断。但是我觉得美国的这个陪审团还是非常公正的，还是非常的这个诚实的。嗯，好，那另外我想知道就是过去发生这么多件就是控告 Harvey Weinstein 性侵害他们的一些女星啊，都没有出面来指控他的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有人是因为他希望在好莱坞能够崭露头角啦，然后也有很多人是因为年纪太小他害怕。另外我在想，他们除了害怕以外，是不是因为在美国一个性侵害的案件的成立的门槛会很高呢？他是这样子，就是说性侵犯、性骚扰包括这个强奸分不同的层次，咱们就说一般最普通的这个性骚扰，比如说你在办公室里边，你的这个老板对你的这个穿着这个品头论足，对你的长相这个说三道四，比如说你长得很漂亮啊，你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什么之类的，这肯定是这个一种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那这样的骚扰就没有构成刑事犯罪，它只是一种民事的这种就是说不当的这个行为。那你可以去请律师起草诉状，在法庭立案告这个老板，这个门槛比较低，对吧？你觉得你受到了这个侮辱了，你觉得你不舒服，讲这些话使你特别的不舒服，是你这个在这个上班的时候觉得很尴尬，对吧？那你是确实是可以去请律师去告这个老板。那假如说是这个老板或者是你的这个在这个上班的这个同事不正当的触摸你了，对吧？包括对你强行强吻你了或怎么样，或者进一步或强奸你了，那就构成了刑事犯罪了。那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门槛的话呢，就是说当然你就是马上应该还是要找证据，你是马上要去这个去报警，警察来开始调查。警察调查完毕以后呢，警察会写一个调查报告，把这个报告呢加上一些证据，可能有一些物体的形体的证据或者证人的证词，交给地检官，就是我们所说的 DA 呢拿过来阅读一遍，分析完以后觉得这个案子到底是能成立。假如他觉得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成立的话，他可以马上就是逮捕这个被告，然后就开始这个就是刑事的程序了。嗯，好。那另外我想知道说这个受害人，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当一些证据已经灰飞烟灭的时候，受害人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在陪审团面前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那如果说今天受害人他的口才不是很好，然后呢对过去的事情也没有办法记得很清楚的话，那他这个官司是不是就输定了？反正是比较难。所以说呢，为什么呢？其实呢，就是说对于被告来说，被告也不愿意与这个原告对簿公堂，闹得沸沸扬扬的。所以说呢，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有30多个女性指控遭到了哈维的这个性侵犯、性骚扰，包括强奸，但是其中有8个已经跟他庭外和解了，8个已经拿到了钱，拿到了封口费吧，可以这么说，不说话了，已经跟他庭外和解了，那当然不可能再去告他了。所以说
这个这样的案子通常很多情况下都是庭外和解的，就是不会去通过警察、通过地检官来起诉、刑事起诉这个就是犯罪人，包括当年1990年代的时候。好，那个案子麻烦您hold一下，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后再请教李军李律师，这个跟性骚扰相关的案件的法令。 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天话题的法律节目专栏，现场请到的是李军李律师。李律师，我们在进广告之前，您有要举一个例子，就是1980年代克林顿总统跟那个 Paula Jones， 也就是他的这个传性丑闻的对象呢，达成了和解，然后和解的费用，私下和解费用还蛮高的，是不是？是的，这个就是说当年的那个就是克林顿 Bill Clinton 在做那个 Arkansas 的那个州长的时候。 大概才30几岁，37、8岁，那克林顿当年是非常帅的一个，对吧？政治明星嘛，对吧？肯定比 Harvey Weinstein 帅，漂亮多了。对，那有也有时就是说，有好几个女性指控他性骚扰，其中一个是 Paula Jones， 那后来就是庭外和解 ，Bill Clinton， 据说啊，因为这种和解通常都是保密的，都是比较这个 confidential 隐秘的，但是据说是克林顿当年赔了他85万美金封口费。 85万美金，当年1993年初的时候，那费用是相当的高。那相比之下 ，Harvey Weinstein 的现在的那个封口费，一个人据说8万到10万。对呀，据说不是很多，有5万的，也有8万的，也有十几万的。而且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事情发展到现在 ，Weinstein 还一直强调说他跟那些女性是两情相悦的情况之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东西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界定的范围啊？什么叫做两情相悦？什么又叫做这个强制性的性行为？要怎么看呢？对啊，许多案子就是说在审判的时候，到底是 yes or no， 是 consenting 还是这个 forced， 对吧？是 双方这个两情相悦的呢，还是确实是一方是在强暴另外一方，这个东西确实是要没有其他的物证的话，那确实是比较难。但是这个 Bill 这个 Cosby 这个案件的审理当中，就是说 Bill Cosby 这个人呢，据说他有一个一贯的做法，他有一个特别的作案手法，就是先给这个受害人灌迷魂药。 让这个受害人迷迷糊糊的，然后再给他施暴或者强奸也好，性侵犯也好，然后再做这样的一些坏事情。那所以说这一次就是在 Bill Cosby 这个在宾州审理他的案子的时候，有60多位女性控诉说他们都遭到了这个 Bill Cosby 的这个性侵犯，但是呢，法官只允许一个女性上庭出庭作证。 说是他当年也是被灌了迷魂药，然后被性侵犯的。那因为这一个呢，就是通常呢，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一个被告以前做的坏事情，不能作为证据引用来证明这一次他也重新犯罪了。因为以前的那些犯罪的证据，所谓的叫 character evidence， 叫品行证据。因为你不能说那个人以前品行不好，那这一次也做了同样的坏事，不能这样子的。 所以说，但是这一次这个例外是什么例外呢？就是英文叫做什么叫 modus operandi， 就是说作案手法，他的作案手法就是说是先给你灌药，然后再对你施以这个就是说性侵犯，这是一个特别的这个作案手法。这一个是一个例外，就是对那一个就是说不允许品行证据被作为证据的一个例外。其实你会不会觉得像这些香港台湾叫咸猪手啊？ 这个我不知道大陆有没有这么说法，就是说喜欢对人家性骚扰啊、性侵害的这个人啊，我们叫咸猪手。那像这一类的犯罪者呢，他们都有个犯罪的模式 ，Bill Cosby 就是把你引诱进来，给你下迷药，然后强奸你。那这个Harvey Weinstein 呢，他是通常都会跟女演员讲说，到我的房间来，我要跟你谈剧本。然后等到女演员一上他的房间，他把门打开。 他就只有穿一件丝质的睡袍，然后我估计他就是用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他跟女演员发生任何性行为都是两情相悦，因为今天我去开门，你看我已经穿着睡袍了，那就表示
你应该知道懂得我的暗示了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在猜，如果他的案子有到法院的程序，走到那个程序的话，他可不可以用这个当证词，就是说这是我们两情相悦，因为一般的人去帮你开门，他不可能是穿着内衣嘛。那既然我穿着内衣，那你就知道我要干嘛了，你怎么还进来了我房间？那就表示你同意啦。这个不愧是一个电影大师啊，不愧是个电影制片商，他会给你营造一种气氛。是啊，先给你一个 setup 啊，先给你先铺垫好。那他这种方式在法律上说得过去吗？这个确实是他是一个，也是可以说是一个陷阱。对，穿着睡袍来给你开门，又到他的这个房间。据说他很多作案都是在那个 Peninsula Beverly Hills Hotel 半岛酒店，半岛酒店在那个比弗利山庄的半岛酒店里面进行的。那确实是一般的人，假如说是不是很熟的话，这个一个男的穿着睡袍在这个饭店的房间里边，那你可能就退避了，你就可能就走了。假如说你要进去的话，你就等于是主动的上了圈套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哈维他这个确实是一个电影大师，但是不管他自认为有多聪明嘛，他现在反正就是这个性侵案像控诉啊，像滚雪球般呢、啊、越来越多了。我估计他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脱身。那他能不能脱身是他的事，可是最惨的是跟他的名字有关的这个他的制作公司，现在是不是也会受到这个面临倒闭啊、关掉的命运？我想知道，在一个性侵案案件当中，当事人跟他的公司可以切割吗？他是这样子的，就看这个受害人是不是性侵犯的这个人的同一个公司的职员。假如说你是这个公司的 W2 早九晚五坐班的上班的那种职员的话，一定要切割的。你要是在这个公司里头，你的同事、你的supervisor 对你有这个不正当的这种性侵犯、性骚扰的话，假如说公司知道了，公司的主管知道了，必须马上采取措施来制止这样的不当行为的继续发生。假如公司没有采取行动、没有制止的话，那公司和这个原告有连带责任的，就是叫 vicarious liability， 你是雇主。那假如说，但通常呢，很多的这种演员呢，他都不是 W2 的那种的，拿工资的那种职员，他是1099的，叫做单独签约的、独立签约的这些演员，叫做 independent contractors。所以说呢，这个假如那样的话，公司的责任就小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说现在这个 Harvey Weinstein 的他这个公司 ，Weinstein 这个公司已经把 Weinstein 从董事会里边已经踢出去了。已经解职了，而且昨天，那这个公司还要对那些提出控诉的女生提出赔偿吗？现在就是说，关键就是说打起官司来，要确定这些受害人是不是这个公司的 W2 的这种职员。假如说他们是独立签约的演员，独立跟这个公司、跟这个哈维·温斯汀打交道的话，公司的责任就小很多。那还是有责任，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要否则的话，这个公司不会马上把这个 Weinstein， 他是这公司的创立人，他是这公司的这个就是董事局的董事长，把他开除掉。我想知道职场啊，在美国的性骚扰发的有多狠？咱们回想一下，在1994年的时候，在旧金山。有一个全世界这个最大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叫 Baker McKenzie， 是当年也是全世界这个收入最高的一个律师事务所。这个律师事务所总部在芝加哥，但他在旧金山有这个分所。其中的一个49岁的合伙人性骚扰一个40岁的秘书 ，legal secretary。这个秘书只工作了2个月就干不下去了，被这个骚扰的干不下去了。后来呢，就状告这个合伙人以及这个 Baker McKenzie 这个公司、这个律师事务所，因为他只工作了两个月，他的精神赔偿。后来这个就是说，法庭判，当然这个女的这个胜了，赢了。对他的精神损失的赔偿只有$50,000，但是罚金是$7,100,000 $7.1 million in punitive damages 给了这个女受害人。这是1993年的事情，那应该是2012年的时候，在 Escondido， 就是咱们洛杉矶往南走，不到这个圣地亚哥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 Ralphs，
这个副食品商店、副食品的店的这个经理骚扰6名女性，后来被这个被告，法庭给这个6名女性了3000万美金的赔偿费，当然大部分都是这个罚款。罚款是给罚这个公司嘛？但是你罚这个公司，你这个款项还是到被告那个举告人身上嘛，对不对？是的，那当然还是给受害人的。是的，是啊。OK，好，那这个最后想请教您，这个性骚扰的确切的定义是什么？它一定要肢体接触才算是吗？性骚扰不一定，就是说语言的这一些调戏、挑衅，这个打情骂俏，对吧？说人家的这个长相啊，说人家的衣服穿着啊，说人家啊你最近减肥成功啊，在办公室、在公司的这个场合都是不适当的，都是不正当的，都是非法的，都可以算作是一种性骚扰的一种。当然，你进一步去触摸人家，对吧？你去搂抱人家、强吻人家，甚至强奸人家，这当然就是犯罪了。嗯，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律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礼拜再见。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